山东泰山啊，肯定是要为这个更好的名次而战。而这个我们知道，南通更重要的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留在中超赛场。嗯，年的七月份，当去年赛季的第十七轮，南通之鹰主场面对山东泰山，他们是在最后一秒是绝平球队。而在上一次呢，在济南奥体中心，已经是一年之前了啊。当时应该是中超联赛上个赛季的第二轮，也是当时山东泰山的第一个主场，就是给出了泰山队今天的首发阵容跟替补阵容。等一下，随着比赛的开始呢，再为大家详细的把这个站位介绍一下。整体来说的话，山东泰山队今天几处关键的位置，我们要好好看一看。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各位现在收看的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24赛季中超联赛第九轮的第一场比赛，山东泰山坐镇主场济南奥体中心，面对南通之云。双方呢，在上半场，山东泰山队身穿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做客的南通之云是一身白色的战袍，他们在前45分钟是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由徐阳指导和我梁湘宇在咪咕视频为大家带来。王大雷后场的大脚出球，二点球，阿布杜鲁斯利，这球分得漂亮，看看克雷桑。克雷桑中间有费南多，哎呀，哈哈，两个人好像没想好，克雷桑给了个提前量，费南多等在原地说，我站在原地空当也挺大的。但是这个球呢，其实两个人始终是没有对上节奏，这个小摩托啊，费南多有可能会越位，但这个球阿布杜鲁苏利这个球传得好，塞得妙。对，你看这球他传了一个边后卫跟中卫之间的这条线，你看这球小摩托不敢跑，时刻在压迫之下起的这个高球啊，威胁不大。姜子磊将球顶出了边线。你看从这个球的处理来看，就是还是比较紧张一些。卡扎要自己打门了。第一，你的身体重心不好把握；第二，你触球的位置跟部位经常会容易出现失误。对，而且你非要铲传的话，你刚刚，哎呦，先来看啊，接下来这次进攻，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28分钟的时间。我们刚刚还在分析上一次攻防当中泰山队防线有哪些漏洞的时候，第二次的漏洞转换当中做客的南通之云是打破了僵局，这是叶道池，叶道池抓住了机会。再看啊，这一下，这一下，这关键是第一下时刻还惊魂未定的那个铲传还惊魂未定。这个球又来得很突然，第一下叫惊魂未定，这一次啊，其实，时刻是措手不及，措手不及。嗯，而且这个球有点阴差阳错啊。这个球有些时候反击点呢，恰恰也是这一次，因为小摩托他防守呢，有些时候到位率不是特别高。对，卡戴西维利要打门了吗？连续的虚晃，在他的视角里人太多了啊。对。鲁斯林想传，被卡扎埃菲利把球断下来，这是泰山队的攻转手再转攻，但是禁区里面现在没人啊。嗯，好球啊，送到克雷桑，克雷桑打包，因为球进了，球进了。你看看克雷桑进完球之后这个淡定的表情啊，仿佛好像没进一样，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你再看啊，这个时候突然一停啊，换到左脚把球给搓起来，李元一一动，这个15号刘伟啊，他正好是跟了这个李元一两步，等再去回追的话，这时候空间已经拉大了。对，大家这个球啊打得也真好，质量太高了，太脆了。哎，徐指用了一个脆字来形容这种打门啊，这个球打得很低，还有一个弹地。刘洋，泰山队球员倒地，主裁判吹了15号刘伟的犯规。李元一，克雷桑自己打门，你看看，我的天哪！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薛庆浩晚上要失眠了。克雷桑梅开二度打了两个，薛庆浩扑救不及，泰山队反超了比分。您刚刚也提到过了，总在这个位置一些随意的犯规，泰山队完全没有必要，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你不得不说，这个球打的还是挺贼的，打的这个球速还是挺快的。而且在这个薛庆浩身前，是不是也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弹地的这样的一个是的向前冲的这样一个状况？
之前他联赛的登场并不是特别多。李元一向前一射，费南多三个人之间的配合，看一看，突然之间第二次加速，右脚倒三角，克林桑再打，哦，漂亮，帽子戏法，这五分钟之内啊，克林桑今天是主宰了济南奥体中心，也是让南通之云的防线啊完全崩溃了，而且还是刚才那个球给球队打击太大，给南通之云打击太大。再看右边路啊，对吧，四个人之间，最后李元一把球交给小魔头，关键这一下二次加速，对，这个节奏变化这个太重要了，而且再往前的卡扎伊什维利呢又是带走了一名南通之云的后卫，普斯林啊，这是跟不上，对，而且这个球德尔加多你看就在那等着，这个球其实难度还是有点半转身，德尔加多在那看，其实想要这个球落回做也没有问题，是的，但是作为一个射手来说这个球不会让给吉他吉他同伴，杨明阳这小伙踢球有点自己的风格，是之前在这个英超联赛狼队的青年队，哎，啊，这球给过来了，是一个单刀，费南多开始加速晃掉了门将，轻松的过球，费南多呀，哎呦，拉伤了，我的天哪，他一个空门，哎，这就是刚刚这一下啊，就是给过来之后带着这下切了一下也非常漂亮，哎，最后他在打门之前还有一步调整，对，他这步调整这下就可以打了，对吧，再调整可能位置就没了，不过他这个肌肉可能确实容易拉伤，对，速度一启动啊，突然的这种启动爆发，曹康再分到左边，中路打门，哎呀，这是个好机会啊，这是下半场南通之云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可惜外援赫苏斯啊这没把握住，这是刚刚的传中，哎呀，今天晚上现在已经开球20分钟的还有京津德比，哎，看看啊，格林桑分过来，谢文能停的不好打，哎呀，又打偏，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卡扎的这个手术刀一般的小痛传，对，脚下了，对，你看这个球三人包夹，突然的脚下，最后传小门，让黄正宇不仅能防，而且在进攻当中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就是可以给教练员提供更多的选择，没错。好，这时候的话，主裁判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啊。最终呢，在联赛第9轮的第1场比赛当中，山东泰山坐镇主场，3-1击败了南通之云。